不是买手机吗？来这干嘛呀？你总穿我的衣服，大不说看起来也不好看。我带你买几套你的衣服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标签，上面写的价格。这么贵？还做梦？ 这和我刚才穿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尺码不一样，你看，多合适。而且最重要的，这些是新的。刚刚那个也是新的，我觉得刚刚。不用试了，这些我们全都要。好的。刚刚那个也要吗？ITE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